今年夏天呢，我去了上海，我都很喜欢外滩那种很怀旧的感觉，香槟丽影，旗袍曼妙。所以呢，演唱会都有揀了一段特登是着旗袍的，是旧上海式的感觉的唱歌。所以呢，今年的我都有一个新的想法，跟着呢，我想邀请你们3月29号过来金钟统一中心的明都酒楼来参加这个小龙女夜上海时光逆转的生日 party。 女士呢，如果可以续回董晴晴啊，或者华豪或者旗袍呢就最好了，男士呢都可以成个许文强那么出镜。我们当晚呢准备了乐队伴奏，我们会做回很多怀旧曲，和你在我心中演唱会有些串烧啊，都可以上回给你们听一下。那我就在这里恭候你们光临了。Sweet.